大家好，我是每天都和狗狗一起拆快递的团小团。今天我们要喝东西了，哎，这是上次那个大包裹里的大饮料，我一直没有拆开来看，我们今天就把它拆开来看看。在地上找了一圈，原来在地上，1.5升的格瓦斯，这个是从遥远的北方寄到了南方。包装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好吧，就叫格瓦斯。它里边是用那个面包提取液，它是由那个面包做的，里边估计都是什么麦子啊发酵出来的，就是超级有营养。怪不得俄罗斯人都超级胖，因为他们喝个饮料都这么有营养，那不胖才怪。我们来尝一下吧。哦，好像有气，但气不是特别多。这样，我特意准备了一个这个杯子。这个是我们吃那个什么冰淇淋的那种杯子，这个颜色有点像我们可乐，味道的话有一点像酱油的味道，像酱油，淡淡的酱油混了白水的味道，喝喝看吧。这个味道很特别，有点像酱油的味道，又有点啤酒的味道，还有一点酸梅汤的味道。比我们那个国产买的那个格瓦斯味道要浓厚一些，味道不太一样，但是粗犷的味道原汁原味。这个很好喝，很好喝，这个怎么形容它的味道呢？它有点像汽水，里面还有一点气的，但又有点小酒的味道。吃这么多会不会胖啊？有点甜，喝完好喝。这个到了夏天，大家把那个把这个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，简直就是夏日良品。再配上什么西瓜什么，爽歪歪。感觉喝多了那个酸梅汤啊，可以尝尝这个格瓦斯，还是不错的选择。那今天我就试吃到这里。哇，这么一大瓶太实惠了，这俄罗斯人就是实惠。太大一瓶了，这有的我喝了。刚刚倒满了才这么点没了。那今天我就先喝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宝宝记得关注一下哦，宝宝们再见，拜拜。